快，回头看看走过的路程，能给自己多少分？有些遗憾得小有成就，全部都留给回忆。周围朋友每天忙碌碌，还不是为了明天。我相信自己做得更好，现在的我终于长大了，是时候想一想下半辈子，不再去冒险，反而人生就是要脚踏实地，一步一步走出个明天。现在的我终于明白了，上天对每个人都很公平，只要你勤劳什么？没有什么我做不到。